很感谢所有的朋友对大鸡蛋的这一个关心啦、啊、那今天当然其实我们从四月初就开始铺草皮，那有人在关心说这个草皮贴在这个水泥上面以后运动员可能会有受伤，其实草皮做了以后上面还会填沙，那还会填4公分的沙，这个沙也是从日本进口，那原则上会按照日本的这一个鸡蛋的标准来施工，那我们预定这一个施工可能要施工到5月中才会把草皮跟沙所有地板本身上面的状况把它完成，大概现在的进度应该是这样。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进度，我想我们大概在这一个4月底完工，5月初就开始申请使用执照，我们希望在7月底之前能把使用执照能够拿下来，那年底我们能够预定在这里举行这一个棒球赛。谢谢。一步想问一下，有关于这个草皮的部分，跟天母棒球场那个草皮是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天母棒球场说实在，那时候是我开工的，所以对这一个工程我应该是很清楚。那两个的草皮是不一样的。那差异是在、因为它是室内，底下是水泥的硬地，那天母本身上面的那种状况当然也是人工草皮，但它底下它是土质的这一个部分。 OK OK， 谢谢。市长想问一下大巨蛋的部分了，因为现在是不是传说3月底就可以开始来铺设人工草皮，甚至年底就有望开赛？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进行相关的烟控测试啊，那基本上李副今天也透过脸书啊来公布，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希望在最快月底能够铺设人工草皮，然后希望可以在4月底5月初啊能够完工，就开始进行申请使用执照，那预计啊希望能够在7月份就可以拿到执照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测试。好，那一开始我们会先进行小规模，也许10,000人，然后12,000，慢慢的来压力测试。那目标是在年底能够正式完工启用。那届时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让市民朋友享受到棒球赛事。像第一场正式赛事有没有预计先谈好？希望能够办什么样的赛事？我目前都在规划当中哦，当然我想最重要，因为当时新建大巨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举办棒球赛事，才催生出大巨蛋，所以我们一定会以朝向举办棒球赛事，而且目前我们也已经请体育局相关单位在进行的规划。像翟本桥老师家中有国3的小朋友，但他接到20通的这个补习班电话，他就标记你跟这个资讯局说赶快要来做一个检讨。谢谢这个翟本桥老师他的建议啊，那我也跟资讯局这边有了解，他们很快就会召开相关的会议来讨论，让我们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现在这个北捷要盖这个天，在台北车站旁边盖天桥，那市长这边的看法是什么？目前都在讨论阶段，我也会请捷运公司啊收集正反方的意见，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评估。不过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不是一直在拆天桥吗？那为什么现在还要盖天桥呢？真的有这个必要性吗？我想他们初步有做了评估哦，但是我想各界的声音我们都应该聆听，所以我也会请捷运局相关单位哦，一定要收集哦正方反方的意见，还有很多市民朋友的心声，好、哦、做一个完整通盘的评估。